啲人成日以為核心肌肉咧就係講緊係 six pack 啦，即係嗰個六嚿腹肌。咁其實核心肌肉咧，其實個腹群即係成個嘅位置都包曬。咁佢其實代表咗身體裏邊咧深層肌肉，咁就係可以保持平衡啦，同埋咧就可以連結上下上肢下肢，咁又係發力嘅。咁所以大部分咧呢啲肌肉咧，其實都係好入。就核心訓練其實基本上咧就可以幫我哋咧加大嗰、那個。譬如可能肌力的訓練，甚至可能加上速度的訓練都可以做到的。日常生活呢就剛才講了，其實我們想即跑手可以跑快一點，所以就希望我們加上到，譬如有時候他們活動是靈活一點，還有跑的速度會快一點，甚至可能是跑的時候那個姿勢會維持得好一點。一般運動訓練呢，我們都是用量度乳酸的這個叫做作為這個參考數據啦，所以應該肌肉能夠有效地提供足夠的能量去應付這個上升的強度啦，同時身體提供的氧氣又不能夠迅速地去氧化乳酸，那乳酸就會加劇地積聚啦。那當乳酸積聚到較高的濃度的時候呢，就會影響到運動的表現。